阿 Ken 员为大家介绍位于 Avondale 1130平米大地平坦花园坚实砖墙大宅，原已有分割批准，但已过期。三双人卧室、独立大厅、抛光地板和大露台，另有独立车库和一个超大游戏室。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下午3点到3点半，拍卖时间10月12日 Onsite 拍卖。看房请联系阿 Ken 员0274-828-838。Francis 为大家介绍位于 Mount Eden 全新豪宅，202平米室内面积，独立地契，全屋共有4睡房加书房、3卫浴，豪华欧式厨房，现代化开放式起居空间，有 City 与 Sky Tower 美景，位于 AGGS Auckland Normal Intermediate Mangalwell Primary 下网内。 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12点45到1点15，拍卖时间10月23日。看房请联系 Francis 0219989900。同样是 Francis 为大家介绍位于 Epson 静心全校网豪宅，419平米独立地段，约254平米室内面积，5双人睡房、3卫浴、2大厅，有 City 景可远眺 Sky Tower， 位于 Epson 男女名校 Epson 小学、初中校网内。 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下午1点半到2点，拍卖时间10月23日下午1点半。看房请联系 Francis 0219989900。Kevin 和隆重推出位于 Albany 静心豪华6房，楼上有3房加一主人套房，典雅小客厅，主题别墅共有5个双人房、3套半卫生间、3个客厅、1个饭厅。别墅另有独立进出的1房1厅，周租金约为400，永久独立地契，易打理花园，宽敞的阳台。 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中午12点到12点45，看房请联系 Kevin 和0213098688。蒙江为大家介绍位于 Ramirez 的豪宅，4大房2卫浴，累进双车库，开放式厨房，位于 Epson Girls Grammar 和 Auckland Grammar 双校网内，屋主有改建批文，可做未来规划。 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下午1点半到2点，拍卖时间10月23日下午1点。看房请联系蒙江0212282299。山里省为大家介绍位于 Mount Eden 低维护的好房，静心时尚4卧房 Townhouse， Weatherboard 外墙，楼上一主人套房，朝向北，2个卫浴，楼下开放式大厅，1个卫生间，阳光充足大阳台，通风系统，内进双车库，永久产权，安静环境，近公车站。 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上午11点半到12点，拍卖时间10月24日。看房请联系 Shelly 沈215-6522，手机0210283-7912。丹柳梁为大家介绍位于溜令新上市3房2层砖瓦别墅，车库加储物室，开放式现代厨房，现每周租金380，位置极佳，步行约10分钟到 Linmo 购物中心、车站、各大超市、学校，适合投资及首次置业。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下午1点到1点半，拍卖时间10月25日。看房请联系 Daniel 梁0211281978。同样是 Daniel 梁为大家介绍位于 Green Dean 新上市3房古典木 KV Bangola， 分开卫浴、厨房、洗衣房，打亮木地板的客厅，超大阳台，车棚及院内停车位。屋顶已加保温棉，光猛温暖之家，现租金每周395，开心租客乐意续租。近5分钟车程到 Lulling、Green Dean 及 Henderson 购物中心、学校、各商圈。 Open Home 时间周六中午12点15到12点45。看房请联系 Daniel 梁0211281978。Jesse 刘为大家介绍位于 Mount Wellington 双层结实砖瓦屋，全幅地311平米，4房2厅、2套半卫浴，含主人套房，内进双车库，
全蔚蓝花园，屋况一流，位置极佳，方便上高速，极近 Sylvia Park 购物中心，光芒朝北，宽敞明亮。 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下午3点到3点半，拍卖时间10月22日，看房请联系 Jessie 卢 021-368-978。 瑞曲为大家介绍位于 Mount Wellington 坚固整洁三房，全新高品质现代厨房，实木抛光木地板，实木外墙加外装饰，双车棚，超过5个车位，有件家庭生意潜力，首次置业自住，奥克兰中心位置，方便高速去任何地方，步行可到 Silver Park 商业中心、火车站、公车站。 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下午1点半到2点，看房请联系瑞曲 09-479-4778。 同样是 Kevin 和为大家介绍位于 Blockhouse Bay 海边知名街区 Gill Crescent 整套别墅，双层三房，一楼两房一套卫浴，宽敞开放式客饭厅，现代厨房，内进车库，二楼独享主人套房，好朝向，阳光充足，步行可到 Blockhouse Bay Primary 小学，周边保留地公园，海景优美，公交车可达 City 和 6 Linth， 位于 Linfield College 校网，步行可到 AIC 高中。 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下午3点到3点45，看房请联系 Kevin 和 021-309-868。精致漂亮的三双人房，明亮大客厅，封闭式厨房，独立双车库和洗衣房， Weatherboard 外墙，坚固瓦顶，整栋房子沐浴在阳光下，平整意大利花园，数分钟可去 Michelle 那样小学， Linfield 高中，方便上20号高速，进购物中心。 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下午1点到1点45，拍卖时间10月19日下午1点半，现场拍卖，看房请联系 Kevin 和 021-309-868。 Kevin 和为大家介绍位于 Blockhouse Bay 新上市独立四房双层 house， 位于安静街区，一楼有方便内进双车库，宽敞的门厅和一间客房，二楼有开放式客厅，客厅里有观景阳台，通过饭厅就是后花园，有舒适的大 deck， 三间卧房，主人套房，有步入式衣帽间，共两套卫浴，现代厨房，煤气主食，空调，电动大门，全围栏，近20号高速，周边社区成熟，有超市、邮局、银行、公车站。 Open Home 时间周六日下午2点到2点45，看房请联系 Kevin 和 021-309-868。Kevin 和为大家介绍位于无尾径街的经典摩登双层洋房，由知名大型洋人建筑商开发，宽敞明亮的大客厅，开放式的厨房饭厅，并有独立便利的客用洗手间，楼上四房两套卫浴，内进双车库，永久独立产权，交通便利，进购物中心、学校，屋主必售，看房请联系 Kevin 和 021-309-868。